喜欢用几点的方式要求孩子帮忙做家事，请问这种制度会造成什么反效果 ？A. 孩子的抗压性变低 ，B. 孩子会讨价还价。我的答案是 B。锁定。他的反效果是讨价还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通常就是你达到更多点数了之后，你就会更想要有更高的奖励，或者是就是跟父母有不一样的要求。来揭晓，几点的方式会让孩子只会讨价还价？真的会。